机关长，真不是凡人呐！下笔如有神，我等凡夫俗子，只能是望其项背了。爹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机关长这个人，老奸巨猾，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国春。 大妹子，这里有人吗？哎，这儿有人，你到那面去。没你事儿，坐吧，大哥。谢谢。哎呀，哎，世道不太平啊，哈尔滨物价天天在涨，这生意都没法做了，你说。可不是嘛，整的我呀，连货都不敢进了。两位大哥，我是第一次出门做生意，没啥经验，给我指点指点呗。 时间到了，老梅已经到哈尔滨了，你可以回去了，去和质子做临终告别吧。哟，怎么了，苏文觉？茶喝多了，虚脱。是心里虚脱了吧？要不要派人送送你这个失败者？不就是去趟哈尔滨进货吗？这跟胜利失败有什么关系？ 教科书式的抓捕。啊，松原将军，我刚才把电话打到你的家里，你的家人说你还在工作呀？嗯，作为老师，我很为有你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啊。同时，作为你的上司，我能为有你这样的部署也感到欣慰。嗯，谢谢松原将军。松原将军。 我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。什么电话比我的电话还重要？这电话真的非常重要。和苏文有关？是的。
那我就不得不再提醒你一次了，你不要臆造你和苏文之间的矛盾，更不要把合作变成压迫，这样是得不到我们的情报的，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。宋元将军怎么知道的？你这个讨厌的犹大！丁团长，属下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为了帝国的利益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止。丁团长，加油！喂，喂！是我。什么？好的。我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就是饿，饿死了。有饭吗？没有。我去做。哎，别别，你这辛苦一路了，哪能让你去做？庄管家，哎，哎，你这脸怎么了？我这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赶紧把布放下去买早点去啊。哎，好嘞，来来，进屋，快。还是回家舒服啊。您都看着我干嘛？大姐，您去哈尔滨这一路上还顺利吧？嗨，我根本没去哈尔滨。是怎么回事？快说说，说说哈，讲讲我这次的经历。我啊，在哈尔滨要下车之前，正好碰着两个人。这两个人跟我说啊，因为打仗的缘故，哈尔滨那边的物价早就涨得没了边儿，让我跟他们在绥化下车，说那儿的布料便宜。我多聪明啊，我就在绥化下了车。你别说，一尺啊，还真便宜2块多。哎，金少。你别愣着，快帮我算算，我这次赚了多少？对对对，算算算算啊！你买了多少绸缎呀？一匹，一匹，一匹就是100尺，一尺便宜2块钱，呵，可以呀，一共便宜了200元大钞，发了！老苏，咱是不是今儿应该举杯庆祝一下呀？完了，我赔了。这次赔钱了，我真是个败家的老娘们儿啊！这明明是挣了，怎么能是赔了呢？您这账怎么算的？我光算小账，我没算大账啊！你看啊，我跟那个姓庄的，这次我们俩坐火车，再加上吃和住，一共花了400多呢，我才挣了200，我还赔了200进去呢！哎呀，我太败家了！把你们俩笑的。
行了，从今天起我也不吃早餐了，我要把我赔进去的钱我都把它赚回来。行，一切听您的，您不吃我也不吃，我跟着您，我不会连累无辜的。你吃你的。陶梅为什么没有在哈尔滨出现？是苏文虚晃一枪在戏耍我，还是敌人有所觉察临时做了安排？或者陶梅就是个局外人，是我多虑了。真有运气，敖梅姐居然遇到了好心的商人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千万不能相信运气。也是呀，我也觉得这也太巧了。哦，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组织上提前发现了异常，做了安排。哎呀，太君啊，想得跟敖梅的确是没有到哈尔滨啊，为什么不去？敖梅在火车上碰见了两个做生意的，说绥化的丝绸比哈尔滨的便宜，我们就直奔了绥化。你怎么不拦着他呢？小的拦了，没拦住啊。这个敖梅啊，自打知道小的跟太君的关系密切，横竖看不上小的，小的一拦，他就用打毛衣的那个针直接往小的脸上打，以小的躲闪及时，所以才这样，要不然小的这个脸早被打花了。这娘们儿真够狠的。班长，太君，他都去绥化什么地方了？跟什么人接触了？跟什么人接触倒没看见。哎呀，他是每一个布店都去呀，给小的累坏了，最后小的选了一家，把绸缎买了就回来了。下车，下车，下！谢太君不杀之恩，滚！金馆长，我们怀疑警察署里边有共匪卧底，为什么不杀个回马枪，让敖梅和那个人面对面的再见一次？天助我也！我有种感觉，敌人可能还会在敖梅身上做文章。别慌，保持冷静。可敖梅跟我们不一样，咱能不能临时培训一下敖梅？你觉得这是一天两天能练得出来的吗？他知道的越多，就会露出越多的破绽，反而帮了敌人的忙。那该怎么办？总会有办法的。不知机关长、众孙科长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罗副署长，不必客气。机关长和科长到此有什么吩咐吗？来给你庆祝生日。我的生日？来之前，我已查过档案，今天正好是罗副署长的生日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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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看你看，我都是我生日。都麻忘了。罗副署长，打算怎么庆祝啊？哎呀，这前线吃紧，不敢大肆铺张啊。机关长、中村科长亲自来庆贺，足矣了。罗副署长为政清廉，令人感动。为了表彰你这种精神，我准备给你办一个隆重的寿宴。
那既然这样，恭敬就不如从命了。我即刻叫人安排一下。不劳烦你了，机关长，体恤下属，他已经都安排好了，跟我们一同前往即可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那过寿总得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吧？我马上回家去取啊。我已经亲自为你选了一身寿服。多谢机关长。这次呢，我以左老板的身份参加，通知下属不要泄密。嗨，现在时间还早，陪我下盘棋。男人在做菜的时候是最帅的。是，男人在干活的时候，女人是最爱的。哎，你说这敖梅从这个黑龙山回来之后，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患难见真情呗，不懂啊？你们叫敖梅心里那块冰疙瘩被小马驹的爱给融化了。你说我跟你说正经的吧，你非整不正经的。说你那么好，谁不正经了？这个家除了庄刘成以外，就属你最不正经。啊，我不正经？你不光不正经，你还很不正常。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不正经？快去喊大太太吃饭，做小的没个做小的样。去去。是。大姐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我实在挡不住啊！他们，哎呦，中村先生，哎，来的早啊，不如来的巧。庄管家，去添几双筷子。好嘞。给谁添筷子呀？添什么筷子？庄管家，给我拿棍子去。这，哎呀，我让你拿棍子去。哎，好。这，我们家不欢迎你啊，赶紧走。苏老板。今天有一位要人要过寿，请您和敖太太务必参加。谁要过寿啊？管他是谁呢，我们不去。哎，哎呀，当家的，你看你都交些什么狐朋狗友啊，一群王八蛋，这哪是过寿啊，这不是抢钱吗？哎，太太，这你还看不出来、啊？这都是一些厉害的朋友，哎，这厉害朋友说的话咱们得听啊。哼，中村先生，我能不能携两位太太一同赴宴？苏老板，那这一桌子的菜不就浪费了吗？还请金太太留在家里清理一下吧。哎呦，还不请我呢，请我还不去呢。谁知道他是千年王八还是万年老妖？我一个这么有名望的外科医生，怎么能去给他祝寿呢？不过奉劝他，他可千万别生病啊，否则的话呀……那行了，智子，别再说了。啊，中村先生，那我们去换一下衣服。不必，苏老板，您这身衣服挺好。苏老板，敖太太，请。老爷，金太太，要不小的陪您喝两盅？滚！好，小的这就滚。哎呀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那边请，那边请，那边请。来来来。哎呦，冈本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请坐，请坐。来来来，御丰台公园，苏老板到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苏文给您拜寿了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苏老板。来来来来来，请。好。这
这位是，我太太，敖梅。哦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来。我去招呼一下别人。好啊。哎呀，他家的，怎么是他过生日啊？我没露馅吧？喝口酒，让自己的情绪安定一下。嗯。朱老板，苏太太，幸会。左老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也被逼来的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来啊？多蒙乃一介草民，能参加鄂副署长的生日宴会，很荣幸。哎呀，左老板，你傻呀？为什么呢？你呀，虽然跟我们当家的有过节，但是你出钱救过我的命，在我心里。我不把你当外人，今天我就把心里话掏出来跟你唠叨唠叨。哎，左老板，好久没见，来，干杯。当家的，你别拦着我，过来过来。这个鄂文瑞是个大汉奸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左老板，这警察署是日本人开的，是吧？警察署里的人就是日本人养的狗啊，这个道理路人皆知啊。当家的还是你有文化，我没念过书，我说不出这话来。你跟他以前就认识？老妹，在左老板面前不用隐瞒什么，畅所欲言。那我可说了。说说。不认识，但是我们族人都知道他呀，他就是我们达尔族一败类。今天呀，我们根本就不想来，结果我一来，没想到是他过生日。要不是苏文拦着我，我刚才我一个大嘴巴我就抡过去。你跟他有这么大的仇？哎，我告诉你吧，今天呀，我们根本不想来。进来的时候，你看后边啊，那俩什么人呀？不知道，拿着枪去我们家，把我们逼来的。这哪是过生日啊，这不是明抢吗？我们的钱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奶奶个腿儿的，都不是好东西。他一个人坏呀，还带坏了一窝人。这些该死的二狗子是不当家的。哎呦，听了苏太太这番话感触很深。千万别跟他打交道，就你那点心眼儿根本不是他对手。你兜里那点钱早晚都变成他的，你离他远点。苏太太，你放心，我跟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，但我们这些生意人得经常跟警察打交道，所以混个脸熟好办事儿。哎，咱们既然都来了，意思一下。不去。都来了，好吧。哎，各位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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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恭喜，谢谢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这两天真是太倒霉了。去绥化我就赔了钱，今天又被鄂文瑞讹了一大笔。行了行了，别把钱放在心上啊。那怎么行？那是你的血汗钱，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好了，咱不说钱了，说说你吧。嗯，今儿个你在左老板那儿表演的可真不错。我那哪是演啊，我是真恨他。哎，你没把我跟鄂文瑞真实的关系告诉他，那做的太对了。你以为我真傻呀？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我心里有数的。哟，说说我听听。那个左老板总让我觉得一副很阴险的样子，总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背后能捅你两刀。虽说鄂文瑞现在是个汉奸，可到底是我们的族人，我不会胡说八道的。你可真是可造之才。造不造财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咱们俩得赶紧造个小孩了。
啊？哎呀，当家的，你还没有儿子呢，我真替你着急啊。真的？嗯。季馆长，属下已经调查过了，但凡是达吾尔的族人，一提起鄂文瑞的名字，他们都咬牙切齿，即使是一个孩子，也和敖梅的表情如出一辙。敢爱敢恨，万众一心，这个民族太可怕了。难道敖梅去哈尔滨真的是卖绸缎？可是敖梅在警察署家属区惊慌错乱的表情该如何解释？对苏文、敖梅、金智子的监视立刻解除。为什么？松开口袋，让这些妖魔鬼怪都跳出来。苏先生，季馆长有请。苏文君，哎呀，佐佐木君的兴趣爱好还是挺广泛的嘛啊！苏文君，我得恭喜你。哎呦，我这夸你两句，马上就有好事儿。哎，那我以后天天夸你啊。是这样。经过种种的测试，我已经完全相信你来拉尔的目的，包括你的两位太太，我也不再怀疑了。你已经看到了，所有的监视都已经解除了。老同学，你早就应该这么做。是的。哎，看看我这个字写的怎么样？谋。哼，你以后少再往身上用点谋吧，啊！八嘎，少说八嘎，多谋。哎呦，又数上了！我今儿做了个大手术，你猜我挣了多少钱？钱串子，您慢慢数吧，你。是啊，我是得好好数数。亲爱的战斗机，终于长出翅膀来了。心情不错啊，你昨儿数钱数的手抽筋了吧？老苏，您是不是太瞧不上本大医生了？这点钱至于吗？不至于，我金大哥哥要挣更多更多的钱。好，挣钱挣钱。哎，先别吃啊，那还一位呢。我们家夫君呐，要叫他们家老婆出来吃饭，您赶紧的，要不然我也不能吃了。今天天好，我先把床单都洗一洗，你们先吃吧。哎，看看人家，看看人家。
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的手。这是一双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的手，这可不是拆洗床单被褥的手。那人家还是苏文太太的手呢，那也不是老妈子的手啊。那又不是我让他去洗的。这不是手的问题，这两口子过日子，就是一个心意啊。那心意到了吗？意思也就到了。这你都不懂。你那意思，就是让我也去洗洗呗。那这个就看您自己的意思了。行了，先别洗了，我都凉了，赶紧吃吧。来了来了，还心疼上了。嘿，自己的媳妇儿自己不疼，让谁疼啊？行，我洗，我改天我天天洗。行，还让不让我吃饭？吃饭，咱先吃，好，请，您请。哎呀，有日子没这么轻松了。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没有特务跟踪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喘口气儿了？你不想喘口气儿？想啊。可是我总觉得左总部那双眼睛无处不在的。行啊，成熟了很多嘛。切，我成熟的地方多着呢，只是你不想见识罢了。不敢见识，您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切，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我说我一个女人都没墨迹，你一个大老爷们还扭捏上了。不是扭捏，是不对口味。那你喜欢什么口味的？我按你口味准备。说话呀，你喜欢哪种口味，哪种风格？我就喜欢会洗床单被罩那种风格。简单，掉头回家我洗。算了吧，敖梅已经替你洗上了。你说什么？敖梅帮我洗床单被罩？勤快呗。停车，快停车！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赶紧掉头回去，回去晚了就该出大事了。不就洗个床单被罩吗？能出什么事儿？真的要出大事了！昨天晚上我在战斗机的轮子旁边画了两个翅膀，放在枕头旁边了。都是宝贝。你这不闲着没事干呀？那该怎么办呀？赶快回去把话说完，希望我们还来得及。怎么回来了？万姐，你洗我枕头了啊？我枕头里的东西呢？我放在洗漱台上了，没动。我看他上班忙，就帮他洗洗枕套。姐，东西没少吧？没少，一点都没少，辛苦了啊！老苏，送我上班去吧。装流程呢？刚才东西掉的时候还在这儿，我上去送了趟东西，下来就没见着他。枕套里东西他见到了没有？枕套里东西掉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一看有钱，就赶紧去捡钱。庄流程就看着有幅画，在那看了半天，让我一把就给抢过来。
这是我按金指画模仿的。你确定你临摹的没有错？太君，我临摹的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小的从小就喜欢读书和画画。哎，当然了，也不能脱俗。小的也喜欢女人，尤其是漂亮女人，还有绵羊卷。庄先生，你立功了，去领赏吧。是。终于让我给逮着了。季馆长的判断是，从这番话上可以看出来，这是一架16型战斗机。这种战斗机还在试验阶段，没有在拉尔上空飞行过，庄流程不可能看见，所以他没有捏造。那金质子为什么要画战斗机呢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喜欢画画的人总是把自己喜欢的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画出来，这显然是一幅没有完成的画作。这个金质子野心很大呀。何以见得？记得质子视钱如命的事吗？金质子在为买飞机拼命的攒钱，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来，他已经攒了两个轮胎和一只单翼的钱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跟苏文一个在明，一个在暗，一个用密码拴住我们，一个在为抗日拼命积攒粮饷。虽然只是个理想，但已经有实际行动了。八抗，可恶的中国，可恶的苏文，可恶的军。金质子，我要把你赖以生存的希望拔掉。小满君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办法啊，办法！庄流程就是个管家，他应该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。可他能把看到的画出来，佐佐木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马上联络上级，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好，我马上跟虎子联络。走，求你了，我要打你啊！走，滚！小姐，赏口饭吃吧。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。先生，赏口饭请，先生。先生。布拉吉的身份是不是暴露了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麻烦可就大了。爸，咱们还是赶快跟老爹联络吧。
时间紧迫，你马上去前线跟 A 将军磋商，再给敌人一些甜头，任务绝不能半途而废。是。宋总督军，你能告诉我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吗？报告将军，这幅画虽然只有两个轮子一个羽翼，但学生敢肯定，这是一架16型战斗机。嗯，将军，没有一定的军事素养，没见过这种飞机的人，是不可能画得如此精准的。即便是这样，那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质子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生，他来拉尔一定有天大的阴谋。